行，我拿下这个，我拿下这个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我来。嗯，你来。你不行啊，谁来？我来。那是因为我没有充电。充电什么充电啊？好家伙，这么近呢。嗯，你来吧。超能型怪力女，没有活吗？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怎么了？没电了，充电。又要充电，我来提嘛。好，停停停。你就不能一直充吗？充一会儿就手机一表露，你一直充，一直充。做梦也没想到会网恋到兄弟的女儿，还被兄弟误认成了渣男。你坏心思这么多啊！我也是，小师对我很好的。跟我回去。哎，我不回去。还反了你？走。哎，我衣服落这儿了。去拿，快点。瑶瑶，瑶瑶，我这没你的衣服啊。等一下，配合我啊。啊。爸，我今天就不回去了，我哪里去了？啊？你要这不合适吧？没事，明天我爸就重新我们俩在一起。啊？喂。